我和大家一样在外面工作，在冬至的时候我煮了汤圆，让大家更有过节的气氛。我们就是帮忙照顾他们，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觉得很快乐。市场的客人啊非常的忙碌，平常连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只要一通电话打来，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帮他外送。我想把全家打造成像在国外度假的感觉。25年来，全家一直在这里，总是给您暖暖的人情味。欢迎光临全家健。